逍遥丸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传统的方剂，制成了中成药，它属于我们中药的属于和解剂范畴的。那么主要针对呢，是我们的一个肝郁、血虚、脾弱的患者设置的这么一个中成药。它对我们的初期的焦虑和一些初期的抑郁患者能够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它不是全对所有的这种初期的焦虑和抑郁有效，它只是针对初期的焦虑和抑郁患者当中具有这个肝郁、血虚、脾弱的患者有效。如果要是说这个药主要的作用是在于呢，对轻度的肝血虚和脾气虚，以及这个肝气郁结这三方面全部具备的患者，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气色啊，面色不好啊，月经呢有些紊乱啊，轻度的紊乱。那么服用这个药是有一定效果的。市面上也有呢加味逍遥丸、单支逍遥丸以及红花逍遥颗粒。那么单支逍遥丸和加味逍遥丸其实它的组成是一样的，那是在我们的这个逍遥丸的基础上加上了丹皮和栀子两味呢清热的药物。这个两种呢中成药主要是呢针对有肝郁在有肝郁、血虚、脾弱的基础上有郁热了，因为呢气滞容易产生郁热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单支逍遥丸或加味逍遥丸。肝郁、血虚、脾弱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血液的运行不畅和呢产生了一些痰浊，那么这时候可以选择红花逍遥制剂。自发购买呢，首先购买人要清楚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肝郁存在肝血不足，存在这个脾气虚弱，这三种情况是不是存在。所以呢我们购买的时候一定能不能把握好，因为它是一种药而不是保健品。中医的精华在于辨证论治，也就是通过我们的症状来辨清具体是哪一个症候，如果把这个失去了，那就会存在用药的一种无序紊乱，会反而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个不良的后果。如果我们购买人对我们的中医的辨证论治这方面缺乏的话，我倒建议他应该得到中医医生的指导。在我们中成药联合用药的时候，更需要呢大家呢要注意这个药物成分，每一个中成药的药物成分里面是不是存在着我们中医所说的十八反药还有十九味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因此要用多种的中成药组合的时候，还是需要得到我们中医医生的指导。